这首歌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这首歌你刚刚听起来足简单的牙手，感觉真好唱的牙手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妹妹刚刚等我先搞到这，不要觉得一首歌你听起来很简单，就是很好唱，没有哦。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，很细啊，所以你们要听仔细哦。哈，来开始啊，来，梦中海，来，不是梦中情哦，梦中海，来，金花千万里，金花千万里，金花转过期，金花转过期，金花随风飘去无住址，金花随风飘去无住址。好，一起念这花。花朵的话，伊是念国语哦，金花不是金花哦，金花，你帮我写花乌阿花，阿花阿花啊啦，花，你爱念国语的对啊，我拢给你提示，我会抓，我会抓，结果还是都被我抓。来，金花不是金花，好，来，你我短情丝，你我短情丝，是你挑故意。做你离开，做你离开，讲咱，讲咱，来呼吸，咱呼吸，爱唔着时，爱唔着时，你的味，你的味，我飞袂离，我飞袂离，这段纯情意，这段纯情意，真甜真甜甜，真甜甜，咱无你来牵一对，咱无你来牵一对，你的爱。不应该，唱在梦中海，唱在梦中海。天一光就消失在天涯，天一光就消失在天涯。一去不再，一去不再。我的爱不起来，我的爱不起来。来，我的爱那个呼吸帮我擦掉，我不要呼吸。我的爱不起来是一句，好，好，再来哦。守在梦中海。呼吸，再来，为你等待呼吸，不用，为你等待痴心愿在，为你等待痴心愿在，痴心不改，痴心不改，对，好，来，我们第一句哦，来，这首歌出现了很多两个快速音群，那它的快速音群都在哪里？前面两个字比较居多，哈，那前面两个字比较居多的重音就会出现比较多次。能力一句表示你就是千分音会比较快，哈，来我们第一句哦，金花千万里，来，金花千万里，来金花一条啥？金花嘛一条啥？嘿，金花一条啥？金花一条啥？金花千万里，金花转过去。预备，来。金花千万里，金花转过去。来，它有个鬼，有个 A 啊。金花转过过 A， 金花转过去。来。金花随风飘去。无足迹，来。金花随风飘去，无足迹。好，来，飘去，你帮我画一条线。那飘去的后面呢，我会用带一点点的哽咽音，就是有稍微断音不断气的感觉。所以那个无无，它就是会比较慢收。所以无是独立体，然后又比较快。你看哦，再听一次哦。金花随风飘去，无足迹。来，金花随风飘去，无足迹。你帮我把那个无摇头一下，哈、哦，摇头一下，再听一次哦。金花随风飘去，无足迹。来。主记一记，帮我收一个一。主记一记，帮我收一个一，好了吗？来，我们再唱一次哦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很好。你我断情丝，你
用丢的，我会跟你强调
虽然伊有一条线，它是要快，但是重音我们会放在那个力音，它的力是最高音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用丢喽。你的爱不应该藏在梦中，爱你，爱你，爱该。来，尾音都是什么？都是一，全部拢一，一下这条刮下来就好了。它的尾音都是一，全部哦，全部都是一哦。来，你的爱不应该，先两句给我，五六七，来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喽！你们会唱这样，你的爱不应该，该爱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感觉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再听一次哦，你的爱不应该藏在梦中，爱你，什么问题？来，你听我，你听我唱，我会把那个一。变成一个语气，那个语气叫做无奈，无奈。你的爱，爱，爱，有个又一回去之后又收回来，再听一次哦。你的爱不应该，该，我们是该，这样是幼稚园的唱法。你不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不行，你一定要。你的爱不应该藏在梦中，爱你，味道嘛，味嘛，味道嘛。好，来，预备，五六七，来。你的爱不应该藏在梦中，爱你。对，就有了那个。嗨的一再快一些些，来，我们再一次，五六七，来。你的爱不应该藏在梦中，嗨嗨，大一点没关系哈。再来哦，我帮你画线，几根几条绳，消息几条绳，一起不在不，再帮我多一个五。好了吗？来喽，这一句。天一光就消失在天涯。再听一次哦。天一光就消失，消失，要不要快？要。来，五、六、七，来。天一光就消失在天涯。好了哟，在天涯，你听哦。天一光就消失在天涯，天涯也帮我画条线，天涯也帮我画条线，可以吗？一光一条线，消失一条线，天涯一条线。天一光就消失在天涯，一去不再，不不不不不。如果那个不不算的话，就是两个乌啦。那你如果连那个不都要算的话，就是三个不啦，不也没有啦，等于是不啦，不不不。好，天一光就消失在天涯，一去不再。预备，来。天一光就消失在天涯，一去不再。好，又来喽，来。乖爱不起来，来喽。伊即句甲你的爱不应该唱法有一样吗？无同哦，我拄好甲迄个我的爱呼吸擦掉了，对不对？有擦掉了吼，来，我要写了，我打个啊，的爱一条线，气收一个一，气来气收一个一，梦中一条线。再讲一次，我打个啊，的爱一条线。气收一个一，梦中一条线，有吗？有写到吗？来咯，这个不气啦，它要变成慢的，注意听咯。我的爱，爱，有没有个一？有哦，你不能只有唱我的爱不起来，不可以这样唱，有一个一，
个音很明显哦。我的爱不是来，预备来。我的爱不是来，想在梦中海。来，再来后边咯，为你一条线，等待一条线，痴心痴，所以个一打个一，痴心的痴打个一，后面那个痴也要打个一，两个都要。不盖盖，来，等一下我让你看我怎么收音，我们再来写，来哦。它是一个前面就是一个切分音哦。为你，为你等待痴心我在，痴心不盖。来。那个盖我用什么音去拉？我敢收一吗？像够哎，丢。要什么？对，要 I 一。我有讲过很多次了哈。你别跟他唱一，你若跟他唱一，你会变蔡秋凤哦。蔡秋凤拢安怎唱？痴心不改，改。别人的性命。是空金哥包银，他尾音就是没有尾音啊，很奇怪。但是那个不行，他这个尾音你就是要拉五拍，一二三段就是要拉五拍。所以你看哦，我拉五拍的同时，我就会把那个 I 至少拉个三拍至四拍，然后第五拍我要断气的时候，我再收一，再听一次哦。吼，为你等待痴心我在，痴心不改。知道吗？那你也不要只有唱痴心不改改，不可以这样唱哦，尾音不要这样收，你会没有尾音，好不好？来喝水，这样是一次。